成一道墙，多少苦心聚成一个家，这里是温暖明亮，阳光眷恋的地方，一个人一点微薄力量，一条心远了遥远梦想，多经历就能点亮，多难的愿望，让我们像一家人一样，来分享感动，化解迷惘，用最温柔的目光看彼此成长，张开背膀，打开门窗，让爱照在心上。爸爸，妈妈有问题到较好？有啦，有去看医生啊，啊药啊嘛吃，应该是哦较好啊啦。啊，伊就讲伊食袂落啊，我就叫伊哦先去你哦替你休困啦。那爸爸，妈刚只有胃疼尔，敢搁有别个问题？啊，医生哦都讲安尼尔。嘿，我听讲哦，迄川芹哦炒迄苦地油哦对胃袂歹。我明天吃透早来去菜市啊，买一寡回来哦，炒你妈妈吃，吼。爸爸，我看以后暗顿我来煮就好啊，那恁妈妈哦，加一寡时间休困啊。嘛好啊，啊你愈煮吼是愈好吃呢，也袂输你妈妈。这拢是妈妈教我教的啦。一路啊。目前你哦，即摆变做小姐了呢。你即摆嘛爱学养顾家呢，以后若嫁去人家哦，你才袂容易啊。爸，你是在讲啥啦？我要嫁人，够足够的代志。我来是大兄回来，我来开门啊。哦，小芬啊，你大兄哦，足久无回来看你哦。哎，我要去看大兄。哎，大兄。咦，爸，好的来。好。咦，小芬。谢谢你。哦，你真爽啊！哦，你给他玩呢。过来，来，这个小芬见。嗯。来，走。哎呀，你不吃醉菜哈。嗯。紧张，紧张。爸，阿听讲妈身体无爽快，阿开无再回来食饭。你老顶休困啦，你等下若食饱啊，去甲看卖咧。好。啊，你台北工课有顺失无？袂歹啦，电脑算讲是真新的行业。虽然讲公司即马拄咧发展业务是较辛苦，啊，毋过吼，我相信这以后绝对会发展起来。我做也真欢喜。有影呢。啊，听讲阮公司吼以后卖发展这电脑化啦。安尼哦。我咧想说吼，是真有前途的行业哦。还要较认真拍拼做诶。我知啦。爸，阮公司敢若有意思讲要去国外发展呢？我可能去用派去德国。大兄，你要出国留学哦？不是出国留学啦，一个在职进修。哦。好啦，苏文啊，爸爸支持你啦。是讲顺便哦，你若以后有机会，啊，甲斟酌一下，吼，甲恁小弟牵绳一下。我知啦。啊对啦，啊伊人咧，伊就去读个什么建教合作的学校啊。啊就是哦，啊去工厂去实习啦。啊七礼拜哦，伊就来去大工厂，都无转来啦。但你小弟迄个性，你嘛知影，伊就是欠磨练啦。啊，若会当吼，互伊安尼吼想法吼较成熟的吼，这对伊是有真大的帮助啦。对啦，爸，啊，阮公司吼暑假时嘛有实习的机会呢，到时我带去。好好好，来，紧吃紧吃。这拢恁小妹煮的。对，有够哦。来，爸伊啊。
你先请好。来。妈。孙文啊。啊，你回来哪会不甲我叫者？我要偷煮物件你吃。唔免啦，妈，我吃饱。伊有煮的哦，煮的足清炒呢。好佳哉啊！厝内一路滴的，啊那无，厝内一定无人整理，无人煮食。所以啊，妈，你千万袂用破病哦。小可无想快点去用看，人拖，厝内真需要你呢。好啦，我知影。我会好好照顾我家己，安尼唔都好。你讲的哦，阿公会交代做会到呢，安尼我会特别做工困，唔才安心。知影啦。地母娘娘，信女吼诚心要祈求你，因为我的心不污蔑啊，胃痛甲足严重的啦。所以信女哦，今仔要祈求地母娘娘，你会当赐一个药材，紧甲医治，予我哦抽一支这个药签吼。阿妹姐啊，麻烦你啦吼。好，阿你这是要调啥食啊？阮新妇啦，啊，着阮后生讲哦，阮新妇哦，迄位是痛甲足严重的呢。你烦恼甲要死哦！胃痛毋是大病，啊，毋过听起来是足麻烦的呢。就是讲，啊，阮后生讲吼，阮新妇的胃啊，啊，连物仔都夹起来，啊，连物仔都好，哦，真烦恼呢。啊，所以讲吼，我毋才专工来求地母娘娘，快当赐一个药材吼，赶紧甲伊药好哦。讲实在啦，上好是家己本人吼来地母娘娘家行一转呢吼，药效搁较好呢。好安尼哦。阿母讲破病足严重的呢，阿奶用用咧破病，我唔知啊，咱先等下再去讲啦。哦，好啦，我再用一下哦，时间等一下。较紧，较紧。好啦，阿母啊，阿母，阿母啊，阿母，阿母咧房间啦，阿母啊，阿母，阿母，等下，阿母你唔是人咧艰苦？阿母，阿母听你讲你人艰苦，今日就赶紧倒来要看你咧。无代志，无代志啦。我吼，干那爱恁倒来尔啦。是啊。阿母，今日爱我到乌面倒来，你著讲一声，那免搞恁吓惊啦。哪里哦？他不管是拢会当倒来啦。啊，若乌面哦，无一定哦。阿母，其实吼，我毋是无要倒来啦。我是咧无闲，囡仔还阁有囡仔的代志啦。阿婆以后吼，我若是有时间，我会尽量倒来陪伴你，安尼好无？阿婆阿婆，我跟你讲啦，乌面吼真正足无用的啦，厝内无伊照顾都袂用的啊。伊若是咧无伫的吼，阮规个厝内都乱七八糟啊，所以唔通怪伊啦。啊，乌面吼真正足顾家的啦，唔则无时间都倒来啊。我知影讲吼。乌米哦，真顾家啦，啊离袂开中华啦，我毋则着爱骗伊转来啊。阿母，你啥物意思啊？无啥意思啦，阿母知影讲哦，你真惜母啦。阿母，我是惜母啦，啊不过我搁较友好你呢。我知啦，戆囝哩。阿母若无骗讲哦，我破病。啊！你敢有可能哦，把我这个乖媳妇，把你这个顾家的某吼，娶倒转来？啊！伊若无转来，啊，我哪有法度好娶去地母娘娘遐医病？啊！阿母，你是讲？吼！啊，有呢吼，啊，胃痛到安尼，啊，伫个中华医袂好，啊，你敢有心情？啊，你敢袂烦恼？安尼，你有法度好做工课无？当然有咪吼，是爱转来遮，啊一摆就甲病医药好，安尼你安心哦，我嘛才会当安心。阿母，是嘞啦，害你烦恼啊！你若安尼好好啊治病吼，我就袂烦恼啊啦。阿母，啊你是惊讲有咪吼唔肯转来治病，啊才甲阮骗的？吼，啊
啊，你啊，主公哦，阿母足爱骗人的，啊，就安尼纠缠家己破病哦，哈。阿母，你对我这尼啊好，我唔知要安怎讲。啊，要讲啥啦，哈？啊，你都安尼病啦，紧医好好吼，啊，莫互我甲阿南妈烦恼，安尼就好啊啦。我嘛无想要让伊烦恼，想讲要让伊好好做工课，唔通因为我去耽误伊的工课，安尼都唔好。阿母啊，阿母要甲你讲哦，这一个家庭哦，哈无一个查某人是袂用的呢。啊，身体若无好吼，啊哪有迄个气力哦，顾家顾囝顾翁。啊，你若踮咧彰化吼，敢若无用厝内面的工课，啊都无迄个时间通去往看，啊你袂用的啦。你即马吼，好好啊留踮咧遮，一摆病就甲医好。哈，剩的拢卖想啊，知影无哈？嗯，对啦，啊，厝内吼有依如啊，伊会照顾如分呐，啊，顺便我卖甲顾的啦，吼，啊，你听阿母的话，咱才好啊医病。好啦，阿母，我知影啦，我会留落来好啊医病。嗯，哦，对对对，安尼就是好媳妇，安尼就是好媳妇啦。哦，阿母你够巧的呢。林叔啊，啊，你搁提药啊，要来你母面吃吼？嘿啦，阿梅姐啊，啊，你要转去吼？是啊，啊，恁新妇上紧吼，足认真嘞吼，伊的病足紧就好起来。上好是安尼啦。啊，这药足烧吼，啊，你啊说你啊提哦。好好好，我知影，啊，你著慢慢啊行嘞吼。哎呦，啊，我时间搁载了拄拄好哦，拄上紧煞。姑娘，阿母，啊，你哪还袂回去啦？哦，啊，我着趁你哦，你上紧的时阵啊，紧甲地母娘娘开出来这药材，紧抓抓的啊，赶的时间才甲拄拄好嘞。啊，你迄上紧煞吼，我拄药啊抓好，来，趁小紧啉啊。阿母，以后这药啊吼，我来抓就好，你唔通无闲啦。哎呦，袂啦，袂啦，我哪会无闲？啊，我若无看到你这药啊啉落去哦，我要来放心转去啦。姑娘。你这个病真严重呢，啊，若无哦，地母娘娘袂只是讲你着爱住伫迄庙的内面，啊，着爱上经哦，四十九天啊消灾解厄，着去配合哦，食伊开出来药材才会好，你知无？去去去，去去啉嘛，吼。啊对啦，即马住伫这新房遮的时，会惯习无哈？这个新房哦，真清幽啦。住伫我的隔壁哦，是一位蔡老师，爱人真客气呢。阿母，你免烦恼啦。好好好，安尼就好啦。啊，迄球有啥物时间到啊呢？紧嘞，咱进来看吼，迄地母娘娘哦，佮开啥物药要互你吃，啊，互咱进来取药材哈。来，小芬，你莫耍，来。你食荷包蛋啦，这婴儿饭啦。我食袂话啊。袂啦。哦。妈。早顿煮啊，遮青草。小芬，这煮的吼，连爸爸看到都想要吃呢。吼。爸爸要吃。啊。安尼我来给你啦。嘿。安尼要来用的啦。啊。恁姐姐安尼辛苦，透早就起来煮给恁吃，恁来送来送去袂用的哦。恁妈妈若知哦，恁是安尼咧食早顿吼，恁妈妈哦家己边怎唔顾，怎变转来顾恁食饭？妈不是要在庙内底四十九天，莫甲伊讲啦。爸爸，我乖乖爱食饭，莫甲妈妈讲啊。啊，紧吃紧吃。知影妈妈要好用病，你爱叫我听话，知无？好。比如啊，你嘛紧吃啦，免一直甲顾。哦，好。啊，你胃骨咧疼吼？你先等休困啦，还未上完的经，看我再上不要紧啦。不要紧啦，我阁会用的。啊无，我帮你摕药啊啦，啊啉寡，无定会较好啊。多谢你。母咪啊！
是安怎？人阁无爽快啊？无啦，阿母，阿拄只午早的时阵，你毋是讲要倒去收菜园仔的菜，安奈阁我倒倒啊？我着想讲吼，迄油草你应该是爱啉完啦，所以毋知吼，阁倒倒啊要全新的啊。阿母，你毋通遮尔无闲啦。袂啦，阿公，把你药摕来。多谢你。哦，阿母，这位吼，就是我甲你讲，住伫我隔壁的蔡老师啊。哦，安尼哦。啊，蔡老师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多谢你。啊，我有名哦，拢互你咧照顾。客气有缘啦，我们遐客气啦。啊，哎呦，有名啊。啊，这个菜怎啊？中昼都爱啉完啊咧，安尼还阁有剩呐？啊，你袂用的啦。阿母，我较等下就甲啉啉咧。阿母啊，我真正有较好呢。啊，你放心啦，唔通安尼烦恼啦。袂啦袂啦，啊，你紧啉紧啉哦，我才会放心哈。哦。哦，安尼唔才对，安尼啉啉的哦。对你的胃有帮助啊！好啦，阿母先回来挂菜啦吼。啊，蔡老师，多谢你。啊，我先来去啦吼。再见。啊，你哪会歹甲恁大家讲？事实上，你的胃还阁足疼的啊。我无想要让伊烦恼啦。阮大家对我真好。伊为着要替我转药啊，安尼走来走去，伊年纪这么大，我真正无愿意看伊这么辛苦。我最想要较紧回去彰化的，有人甲阮囝，无我真正是袂用的。你既然来到这，就是对这有缘啦，一定要甲病调好，唔好着急啊。你着爱安尼想啊，若破病啊，就是咧提醒咱。家己爱把身体顾好，你就对家己身体无够好，唔才会破病。你都爱相信，会当来到这，就是有缘，上天一定有伊的安排啦。蔡老师，多谢你苦劝的话啦。我即马来去拜地母娘娘，可能念一个经哦，真紧就会袂记得疼。安尼吼，唔得啦，多谢你好意啦。啊，这个代志吼，我嘛是要在医务所参详一下。嘿，哈喽哈喽，嘿，啊，若有答案哦，我再去跟你联络啦。哈哈哈，好好好好，多谢你哦，多谢啦，哎哎，好，再见再见。一路啊，来来来，阿姐，爸爸我要跟你讲。哦。爸爸，你是不是妈妈的病情有啥变化？不是啦。啊，无你的表情哪会怪怪？啊，是有啥物歹消息？啥物的歹消息？好代志哦。啊，是啥物好代志啊？真紧啦，你已经大人啊。爸还阁会记得讲，有一遍你细汉的时阵啊，爸爸人咧艰苦，你阁用芳水来给我啉，还阁也加凉凉。目前呢啊，你即摆已经大汉啊，会当嫁人啊。爸爸，你是咧讲啥？啥物嫁人？我阁早啊。啥物阁早？无早，人敲电话吼，已经约到厝内来啊。哎呦，我听无你咧讲啥？啊，恁公司对面迄黄太太啊，人敲电话来讲要甲你做黄人啦。啊，我想甲讲吼，嘛是咧听你意思啦。迄个黄太太，你应该捌啦吼。我是捌啦，啊，不过，哎呦，伊真正敲电话来哦，我伫公司已经甲推掉啊。妈妈即摆也无伫厝诶，我也袂当做决定啊。相亲啊，去看卖嘛不要紧啊。
是讲你妈妈无在吼，真正是较歹决定啦。啊无吼，我再找一个时间吼，去找你妈妈吼，小讲一下，你看安尼好无？啊，吴咪哦，伫遮哦休养几落礼拜啊，啊应该哦恢复真济吧。当然啦、啊，啊有地母娘娘伫咧保庇，当然嘛是愈来愈好。嗯、我安尼逐天来甲看吼，伊精神加偌好咧呢、嗯。人哦，就是爱消业障啦，啊这万亲借助哦，才袂接话咱。阿母，这万亲借助我是看无啦，啊不过吴咪病情安尼拖吼，艰苦就伊家己啦。啊，我咧想吼。等到伊吼，这回病也较好哦，伊就知安怎顾家己身体啊，啊，这就真正感谢地母娘娘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来去啦。好，这是这期的月刊哦。知影你真想要看啦，专工甲你摕来。你搁会记得甲我摕来？这本月刊哦，会当陪我几日工啊嘞？嗯，哈哈。伫咧遮待49天哦，嘛已经过一半。都想要赶紧回来彰化，看咱遐个囡仔。人依如哦，因拢真乖啦，就等你病好倒转去啦。啊，你慢慢着急呢。人地母娘娘哦，啊你留49天，啊你就乖乖哦，踮遮待阮49天，啊你慢慢慢慢安尼烦恼东烦恼西啦。对啦。嗯。依如有人要来讲亲情啦，伊讲等你倒转去哦，才来参详啦。有人要来甲依如讲亲情。就想要赶紧回来去。嗯，啊，人依如都讲哦，等你病好才倒回来参详啊。唉，你看时间这么紧啊，依如哦，已经到嫁人的年纪啊，实在足唔敢甲嫁出去的。查某囡仔人大汉啊啦，搁较那唔敢哦，嘛已经家找一个好的对象。是啦是啦，啊，等你病好哦，才倒回来参详吼。对啦，阿母甲我摕一挂补药啊来。可能疼好啊，我来看卖。我来去就好啦，你看你月刊啦，吼、哦。哎、欸，你在看《慈济月刊》哦？是啊。你敢要看？唔免啦，我是主席委员，我已经有月刊啊。真实的哦，那才有缘、嗯。我头拄仔看你看到遐尼啊，注意到，你是看到啥呀？唉，这个世间哦，可怜的人真正是足多啊。家己破病，阁无能力，通好照顾伊的家庭，实在是足可怜的。残存我，敢那受着病痛的折磨尔。但是哦，我有大家。够阮先生在家照顾，囡仔吼，够唔免我烦恼。想想的吼，我真正是足幸运的。是啊，咱拢是有福气的人，都爱知影好惜福。嗯。啊，对啦，后礼拜师傅要来保你呢，你敢要来？我会当看到师傅哦。是啊。出胖咧。我一定会当食三粒啦。你若食会了，拢互你食，啊食无够，啊久搁去买啦，好无？姑娘啊，嘿，啊人来就要炸嘴巴，即大家食到欢喜哦，就好啦。依如哦，即摆要上班啦，阿姊啊，搁无伫个，我炸只肉丸来哦，依如毋得当减出一顿。阿姑，多谢你呢。唔免客气啦。对啊，阿姊安怎？伊哦，放心啦，有阮阿母咧甲顾哦。爱伫遐咧，常常念经啦、食药啦、啊静养啦，伊的身体一定要顾啊真健康，才有倒转来啊。照安尼看起哦，有钱哦来到照顾，大家较放心啦。啊，就是啦。你来听完书开始了，一直到今麦拢无讲话啊。心肝内有真侪想法，唔知影要安怎讲起。唉，
师父发遐尼啊大个愿啦，想要后山遐个人有病好通治病，听了予人足感动的。因为后山遐个所在也无较大间个病院啊，煞连亲像地母娘娘即款会用问药签治病所在嘛拢无啊。啊，人也着重病啊，阁无法度送去到台北治疗，就干能看天公伯啊做主啊啦。生老病死，人生数代苦。我人艰苦已经有一阵仔时间了，但是我有大家，有先生伫个甲我关心，反倒倒来想想的，师父讲遐可怜的人，伊是要安怎嘞？我若想到因的情形，较起码拢会感觉足不甘。这就是我上幸福师父的所在啦，伊会当亲身去关心到遐需要帮助的病人，甲生活袂得过的人。唔只有法度，把因的情形讲到遐尔详细，予咱去感受到因遐个人孤苦无依的心情。你敢知影？为我昨下会当亲目睭看到师父，一直到拄仔行出来，我的心肝内一直拢足感谢。感谢啥物啊？感谢我的胃疼，因为我胃疼，阮大家甲我留的保利，嘛因为留的保利。地母娘娘只是讲爱留四十九天，然后我才会当拄到你，才有机会见到师父啊。本来哦，我为着人艰苦这件代志，感觉足烦恼的。即摆反倒转来，就要感谢魏婷替我带来缘分。就是讲啊，天公伯啊，拢有伊安排啦，咱是料想袂到的。古早人咧讲，祸福相依啊。我看你是因伯得福哦。师父甲一般人同款，嘛敢若有一双手、一双脚，但是伊做比别人搁较济，走比别人搁较远。无得卡，这是天公伯的安排，爱我伫个遮拄着师父，爱我去做善事，去跟随师父的脚步。看来帮助别人一定是真好的药方。即摆我感觉我的病，敢若规个拢好起来。舅，啊！你今日吃遐多，是平常时的两杯呢。我心情好啊。心情好，我来去看卖，是不是阿姊要回来啊？我唔对啊，搞丢。我就知影。我刚下班去哦，要见面。阿姊哦，身体健康，你也欢喜啦。是啊，我足欢喜的啊。南风，你拢整理好啊？哟，差不多啊。啥乱哦？你敢是为着无爱让恁大家烦恼，才惊要讲病好啊？不是啦，我是真正好啊。但不过你进前人搁艰苦干呢，安内今仔这尔有精神啊？无赶紧好起来，免哪会当参村师傅同款去做善事嘞。我亲耳听到师父讲的话，比我伫个看月刊哦，搁较感动。嘛，因为这份感动，才予我有这个力量，爱赶紧好起来。你甲想啊，师父安尼全身走透透，就是为着要募款，要去病院来帮助遐需要帮助的人。师父只是一个平凡人，而且吼，伊搁有心脏病呢，伊就会当袂记家己的病苦，为别人伫个走状。我啥也袂用的。对啊，伊确实也是安尼啦。虽然讲哦，我无师父的修养，但是至少我会当学习师父的精神。师父讲哦，咱会当用有限的身体去做一挂有意义的代志，安尼对不？对对对，你讲的真对啊。我是真正了解病痛的感受。
先将心比心，心肝内吼，才有一种想要帮助人的力量啦。讲起来嘛奇怪嘞，我决定要安尼做，过阵讲吼，规竟然都袂听嘞。啊，这神奇哦！对啊。我咧讲啦，不管安怎吼，你身体当好起来吼，较要紧啦。啊，你若想要做善事吼，我是袂讲啥的啦。搁较大个愿哦，嘛有一个开始嘞。啊，我咧想讲吼，想要来招搁较侪善心来替师父去病院啦。好啊，好啊，啊，这都好事啊。啊，是讲吼，你唔通袂记呢。你倒转来吼，啊，上重要个代志哦，就是替咱一路相亲嘞。我当然嘛会记个。这是我做妈妈的责任啊！我再来跟黄太太吼约一个时间，啊来了解吼对方的家庭背景，也搁有职业啊，啊再安排啊一个时间吼来相亲啊。对啦对啦，安尼就对啊啦，哈。好，我知我知，啊都要麻烦你啊嘞，好，多谢哦，好好好好。囡仔嘛，嗯，迄黄太太吼，讲要介绍咱一路迄个查甫囡仔，我已经知影是啥嘞。哦，啊是啥物款嘞查甫囡仔？伊讲吼是彰化人啦，啊这个查甫囡仔吼伫咧台北做工课，啊听伊讲吼是走外母的。一路啊，啊你感觉嘞？啊你敢会嫌人吼走外母的伤忝？嗯，爸爸，我无意见啦，只要对方甲爸爸同款这么久来，搁这么顾家着，我拢会用的。一路啊，我听伊讲哦，对方迄查甫囡仔，自细汉哦是妈妈家饲大汉的，啊厝内哦真勤俭。假使讲哦有这个姻缘，你会当嫁去人家，你就爱晓哦替人化解，人才会给你笑命命，知无？妈，我只要像你同款哦，这么会晓化解，人就一定足听话呀。你别替我烦恼啦。啊，新娘叫哦，光甲门牙口哦，再想要白口哦，已经袂赴啊啦。好家在咱义务吼，自细汉吼都甲你学个养顾家啊啦。爸，我哪有啊？你阿爷甲我学咯，来啦，就这个啦。你讲话真乖哩。喂，啊，黄太太哦，哦，迄个查甫囡仔今仔日要倒来看伊妈妈哦。今仔日？哦，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啊，就今仔日啦，好。啊，地点在倒？哦，好，我知影啦，好。啊，较等下吼，我再带一路过去，吼。好，多谢你哈，好好好，再见。今仔日咯，那才就紧啦。是啊，伊讲迄个查甫囡仔哦，今仔日倒来彰化看伊妈妈啦。啊，黄太太讲吼，啊，经济所在，互伊两个少年人吼见一下面的啦。咁我也陪恁去俩。我看你卖去啊，较等下吼，我带一路来去，啊，看回来安那吼，再甲你讲吼。好啦好啦，嘛好啦。一路啊，赶紧去换一领衫，小装者，好出门啊，吼。好，我知。来来来，您客气，您太太，请用饮料啦。文谦真故意，业务能力真好，头家真器重的呢。伊将来还阁想要家己开公司，真有理想哦。少年人哦，家己创业真好啦，啊，不过哦，风险真悬呢。袂啦，我会细力拍拼。伊就，啊，你来拢无讲话。查某囡仔人哦，生性较避俗啦，等以后哦，伊若较熟悉，自然话就较济啊啦。嘛是啦。啊，你讲迄个查甫囡仔叫什么文啊？唔是什么文。是文什么？啊，甲你讲遐尼侪个，佫记袂起。我看哦，你是咧想书文哦。好啦好啦，啊到底是叫什么文啊？伊叫做文清。嘿，这名佫袂歹听呢，啊，不过无介好叫咧。无好叫，啊，人爸爸妈妈哦嘛叫二十几年呢。吴明啊，我看你是真欣赏这个查甫的哦，啊无吼，太拢咧替伊讲话啊。是咱怡如哦，对伊印象袂歹啦。听伊讲，咱文清哦，嘛真介意咱怡如呢。有影？嗯，这叫做一见钟情啦。我看哦，咱两个真紧就做阿公阿妈。也是互因交往一阵嘛啦，啊，毋知个性会合无？结婚哦，是一世人的代志呢。
你若以后吼再来发现无同心哦，安尼是真痛苦。姑娘，啊，你就是哦，这样搞想济啦。啊，一路吼有你安尼斗相共，你个烦恼哦，伊将来一定是真幸福的啦。小芬啊，发到鸭哈，小蛋要食饭啊？不是啦，有一项物件甲你有关系哦、喔。是啥物物件？你讲我真哩心病着。我甲你讲哦，是为台北寄来哦、喔。寄给我的？是文清哥哥寄来哦、喔。既然是寄给我的物件，啊，唔着紧给我。好啦好啦，寄你就是啊啦。你。好啊，小金洗洗，等下咱食饭啊。我个人我一定会做欢喜的嘞。轻轻洗手啦。好啦好啦。你看批哦，看人讲伊文清下来哦。是啊，伊讲放假的时阵要来看我。哎，来休困哦，叫伊来厝里坐坐，顺便来吃饭，好。好，我叫小批甲伊讲。做这师傅哦，真正足有心的啦。伊要替后山的民众来起一间大病院来救人。希望你会当捐一点仔钱来斗相共。南方，其实我唔知要捐也唔捐，因为这种捐款吼，甲一般企业无共款，钱最后唔知走去倒位去，西方就袂放心。李师姐，迄病院起起来哦，大家拢看会到，啊，咱捐出来的钱会去帮助遐需要医疗的人，钱袂无去的啦。我是安尼讲啊，啊，不过最后脑中的钱，啊，恁会用去倒？嘛是用伫个病院啊。因为医疗设备哦，需要开真侪钱嘞。我嘛足怀疑个啊，因为去病院也袂当保证我去看病免钱啊。安尼我为虾米着爱管？一路啊，文谦也是对你无好哦，啊，等下甲爸爸讲。爸，文谦目前阁对我袂歹啊，啊，毋过阮同事拢讲哦，结婚之前是一回事，结婚后阁是另外一回事，我嘛毋知以后会安怎。什么一回事两回事？我的囝婿哦，对待我的查某囝敢若一件代志，就是遐好好疼惜哩。爸，你即马哦，甲我皇上咧下旨共款，到时阵是会共惊走的哦。惊就唔通来，啊，若要来就唔通惊，对无？爸，妈，你再来啊！哎，来，就这了。妈，你看下敢真忝嘞。是毋是讲这款想法无顺利啊？来来来，饮茶啦。有咪啊？哈？你是唔通安尼呢？我是烦恼呢。嗯，恁两个哦，唔免替我这么紧张啦。啊，拄开始咧收工这款哦，生鲜是较袂顺利啦。啊，我平常时哦嘛足少咧甲人接触的呢。啊，一声就要叫人捐钱，哪有遐尼简单啊？但是哦，唔管安怎样。我嘛是继续做落去。有命，你爱继续做啦。啊，我甲依如吼会甲你斗三工。啊，不过吼以后你唔通家己一个人去收，我载你来去，安尼你也嘛较袂忝，吼、嗯。是啊，妈，我甲爸爸斗阵吼替你收工这款，奶奶你就有较侪时间会当休困啊。多谢恁两位菩萨替我分担这么多。妈，应该是我甲爸爸哦，斗阵感谢你才对，因为你给阮机会做善事啊，对吧？一如啊，你妈妈哦，巴肚枵啊，啊，你去煮一个什么物件哦，给恁妈妈吃。好，那我先去煮面。这么乖的查某囝要嫁给人，实在伤感的。
恁阿姨找阮两个食饭，有啥物好代志要甲阮讲啊？我是想讲，咱三个人是同事啊，而且感情阁遮尔好着，有一个代志想要请恁倒去斗相共啊。啥物代志啊？嘿啊，是一件好代志。好代志。阮妈妈伫迄租借无款，迄租借想要踮咧后山去一间病院，要予遐个人会当治病啊，所以想讲要招恁啊斗阵来捐钱做好代志啊。也毋过，谁知影这笔钱是毋是真正要摕来去病院啊？是啊，去病院需要足侪钱哦，你也无足侪款才去会成诶。你看，咱一个人一天若是欠一块，一个月就有三十块啊。嗯，一个人一个月三十块，啊，两个人就六十块啊。弟子的生活，所以哦，一天若是欠一块，就会当做好代志哦。一路你真有效呢，连你上班嘛要替你妈妈募款。对啊。哎呦。这无啥啦，我家己嘛感觉讲吼，这件代志真有意义，所以唔再招待，等你做好代志。好啦，安尼我就先捐三十块，何姐讲咧。谢谢你哦，多谢你咧。咱每一去的时阵哦，你就会知影讲哦，你捐的钱是偌大的功德，多谢。啊你咧？这啊，咱先食物件啦，啊捐钱的代志吼，我再去考虑看卖啦。好好好，我再等你这个大善人。金姐，妈妈，嗯，这是我老同事收的功德款，啊，搁我会做去交你。哈，啊，你搁甲恁同事收功德款哦？是啊。我看妈妈这么辛苦着，我想要跟她斗三工啊！而且咱大家做伙做善事，不是真好。你实在出乖呢，妈妈，哪有啦？你逐天哦，拢用钱去收工这块，唔才辛苦。我当然啦，爱跟你斗三工。妈妈一点仔都袂辛苦啦。妈妈在做的代志吼，是帮助人的代志呢。我敢若希望讲吼，会当加补一寡钱。提早予遐想要看病的人，早一日有病院头需要，安尼哦，我行这个路一点仔都无算辛苦啊。嗯。妈，是安怎？我是想着，师父行的辛苦路比咱搁较侪啦，为后山、台北、台中、彰化、高雄，全省走透透。我也毋捌听过师父讲过一日苦哩，比起来哦，我哪有算辛苦啦？妈妈，我知影你唔惊辛苦，啊，不过我唔甘心你伤忝啊。即摆外口日头遮尔大着，你安尼走来走去，我惊你会着煞啊。你放心啦，我会照顾家己，袂让家己伤忝哈。嗯。对啦，妈妈。月底吼，我会甲同事收工贷款，到时阵我甲做伙交予你啦。嗯，有你甲妈妈做善事，妈妈感觉真欢喜哦。我嘛是。喂，阿母啊，有咩啊？啊，你敢有准时吃药啊？有啦。哦，安尼就对啦，都爱继续吃呢，啊，你唔通耽误啊。嘿哦，胃药啊吼，啊那吃落吼，啊你若感觉讲安尼无骨牙开疼哦，安尼才有准做好哦，吼。我知影啦。啊，阿姨如哦，迄亲戚讲了安怎啊？迄对方哦，讲要来厝诶，讲亲戚啦。啊，我甲金兰哦。看文清哦，伊人真古意，啊嘛真骨力呢，所以吼，阮就真放心，甲伊路交予伊。啊，好好好，啊日子看当时呀，都还先甲我通知呢，我通哦穿一身哦爱水衫啊，我要看伊路出嫁哈。日子若是确定哦，阿母啊，我再打电话予你啦。啊，我等你的好消息咯吼，啊上重要，伊我都爱吃。好啦，我知影，好，阿母啊，就安尼吼。好好，一路的嫁妆，我嘛要开始准备啊。
若是会当予伊一个有意义的嫁妆，才是真正伫个家祝福。我的卡。曲折过后的美。